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BLACKPINK 제니 在2023年10月发行特别单曲《约米》后，时隔一年以新曲《Mantra》回归了。Mantra 的 MV 公开仅一小时之内，观看次数就突破了100万，在美龙 TOP 排行上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到41位，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杰尼对这首新曲 Mantra 也表示，是一首非常适合开启新时代的歌曲，不仅能让粉丝们感到快乐，还能展现作为一名 solo 歌手的全新面貌，希望大家能感受到其中的正能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杰尼的新曲 Mantra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Gonna feel this every day. This that pretty girl mantra, this that flaunt, you just touched down in LA.哇，歌曲太愉快了，好喜欢，歌很好听，但 MV 看起来有点土气，可能是性感风格不太适合他吧。 MV 真的感觉像是西方 MV 里看过无数次的那种风格，随便谁都可以做出来的样子。歌曲也是那种即使不是杰尼唱也会差不多的感觉，整体来说歌曲和他之间好像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协同效应，有点遗憾。我还以为是因为歌好听才觉得歌曲很短，结果真的是首短歌啊。杰尼真的太美了，但可能是因为我期待了 solo 那样的歌曲，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有点平凡。突然觉得 YG and Teddy 真的很厉害，能感受到他们是多有实力。如果真的按照 YG 的风格来做，又会有人说怎么又是那种感觉，也会抱怨怎么又在做一样的东西，真的怎么做都会被挑剔啊。感觉 Jenny 脱离了 YG， 开始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点真的很好。无论是 MV 还是造型，都展现了他独立发展的第一步，我相信未来他会发展得更好，歌也真的不错。所以对于 Jenny 的新歌 Mantra，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大经纪公司的歌曲中最常出现的单词。 YG 심장SM 광야하이브영원구원Starship 카미JYP J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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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P大家好，我是理发师，先给大家剪一下鼻毛。接下来给大家刮一下胡子。